大家好，我是奥克，我们现在在浅水湾停车场。那把握中秋连假的好天气，我们选择来到这里踏青。很漂亮的石头哎，到海边防晒非常重要，所以尤其是需要海滩秒开帐遮阳伞，一秒开帐轻松防晒沙子。啊！冲一下脚，冲脚，冲脚，冲干净，冲干净。它是一种特定的脚。走一走。3040。跟去年不同的是，今年妈的阿娜达也加入了阵营。再见，阿妈，跟握手。往这芝兰公园方向好像还不错，因为旁边这里有一些树荫，所以搭帐篷休息应该很舒服，然后也比较近芝兰公园。我们现在在海上行走。来海边看看海，听听海风，让小孩消耗体力，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谢谢给大家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影片的最后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